火山、火海、火焰高，练能把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敢跑。火焰解说来到了，我们现在玩的叫《我的世界》机械动力篇啊。好吧，上回啊，我弄了一个自动刷石机啊，咱们看一下。我去，这么多啊！这可以啊，这个这个机械动力嘛，是不是啊？那咱们下一步再研究研究别的啊。是这样吧，对，是这样。然后简易工程，我们上回做的是这个刷石机，这个型是这样，可是我都给包起来了，你们看不出来，大概这个意思啊。有个钻头，然后钻那个刷石机刷出来的石头，然后就咱们就成功了。反正有这么多，第一个成功了啊，第一个完事了。然后第二个，这烤肉机是不是有点麻烦呢？这是什么呀？我看看，前期简易刷铁机呀，还有刷铁机呢，需要动力源、鼓风机、石磨、动力钻、工作盆、漏斗，还有齿轮。石磨将原石处理成沙粒，沙粒在鼓风机里洗涤，风场中有概率掉铁粒。哇，这个帅啊，咱来这个吧，是不是啊？我看看，上面放置简易的自动刷石机，刷石机正下方放置一个石磨，并用齿轮传动，通过漏斗输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我有点看不懂哎。那就是石磨呗，石磨，那就是根据它做的一个，是吧？它下边再放一个石磨，石磨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看看石磨好做不？石磨，我看一下，石磨，石头，磨一磨，石磨，哦，这玩意儿啊，哦，石磨，哎呀，这个灾变这个模组有点荡害呀，哎，我怎么开创造呢？大哥，刚才设置这个地图来的啊，石磨，那咱们研究研究。需要一个齿轮加一个鞍山机壳加个石头，那石头咱们先烧一个，是不是？不用着急啊，石头烧一个，然后呢，需要一个齿轮，齿轮好像没有了，我拿这个做吧。齿轮，齿轮是用这个吗？我忘了，小齿轮，石磨，这个复制一下啊。哎呦我的妈，那个什么灾变那个太烦人了，齿轮这个呗。来两个啊，来一小嘎嘚儿，然后呢，需要一个烧的石头，给我吧。哎，你怎么不下去呢？哦，搁这儿呢。还需要啥来的？我忘了。石磨，这什么？风车轴承，轴承又是干嘛的？我来石磨吧，还是这个呗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那个什么异变那个太烦人了，那个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这玩意儿啊，它需要一个鞍山机壳，鞍是安全的鞍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需要一个斧子。 OK， 这样呗，走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薄完了已经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用这个鞍山合金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给它刨起来。 OK， 有它，然后再整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那条狗啊，你干啥呢？别了，影响我干活行不行？哎，这怎么还有齿轮啊？这谁呀？ OK， 我是饿了吗？我有点饿了。有饭没有？应该是有啊，有饭。饭不太多哎。OK， 可以了吧？我能做一个不？能做一个石磨，这样啊。然后怎么的？咱们查一查啊。需要石磨放在这个呗，石磨放在刷石机的底部，好像刷石机正下方放置一个石磨，并用齿轮转动，通过漏斗输出石磨中的产物。我去，你这个有一点点麻烦，我看看长啥样了。上边有个齿轮，刷石机上面是什么东西？刷石机下边，石磨上边好像还有东西，最下边放置一个洗涤风场，风场尽头放置一个容器收集产物。哎呀我的妈，什么洗涤风场？洗涤风场放置在哪儿？下边石磨下边放上洗涤风场，风场，洗涤风场，洗涤风场。没事，咱们先把材料弄了啊。洗涤风场长啥样啊？哎呦我的妈，哎呀，这个什么突变呢？是什么？我真想给它杀了，不好使啊。洗涤风场，洗涤风场，好麻烦呐、啊！风场 ，OK， 哎，也没有啊，那得这么搜啊，洗涤风场，这样搁这搜啊，洗涤有吗？没有，
石头下边放，下边再放漏斗，不是漏斗，得用那个洗涤洗出来沙粒。哎呀，这个有点烦呢，这个。哎呦，那个突变，我真想给删了。你看是这个意思，他我看看，我先把它卸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然后把它得卸了。你先别干活了呗，这玩意儿咋停啊？让它停一下最好是。我弄一个拉杆啊，拉杆我做一个啊，我看它能停一下不？它不停的话不行，这儿凿开 ，OK， 然后在它脑瓜顶上弄一个开关，能停一下不？它不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可不行啊。不是啊，好吧，那我得把这凿开。你这不能用开关控制吗？这个就有点烦了，这个。那我只能把这刨掉了。这是大齿轮是小齿轮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给卸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咱们回到家，它停了吧？停了啊，它不停，我塞不了东西。然后把它敲掉，把它敲掉以后，把这玩意儿放进去。石磨是什么玩意儿？石磨是不是得干活啊，小伙伴们？它是不是得转才可以啊？哇，它这工程量有点大呀，好像是那意思，让它转起来就对了。你这样的话，那我这个下边我能不能放一个齿轮是吧？我去，好使不？不好使。那我得把这边我再给弄了。等会儿啊，我把这水收了。这边是转的话，我需要让它还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地方挡的，就说白了也得给它个动力。我看看啊，齿轮，那我来个这个啊，我看看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能带它转不？主要是，然后把这个敲了啊 ，OK， 然后呢，这再连一个，我看它能不能传动一下，转了，可是它不动哎，我说，咱们看一下说明啊，那个什么是有啊？我看看啊，下边放个石磨，它得横过来，你好烦呐你。它是横过来的齿轮，这么转没用。OK， 它得这样转。你这样转的话，我怎么让它转呢 ？OK， 我看看啊，先别着急啊。那这是没用的。那我是不是有个什么转向的东西？就是难，不难。我得让它这么，要不我就再分一个那个水车出来啊。这能弄一个水车横着转的，费了劲了，我去。这样啊，我得把他的劲儿传到这儿，可是他不听我的。我还有什么风车之类的吗？应该还有吧？还有啊，水车，我看看啊，我假如说我的水车放在这个位置不够地方啊，那我把这也拆了吧。先别管上面放水的，刷石机能放水，先不管它。那我这样呢？我再放个这个呢？地方不够大呀、啊，我放这儿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转呢？我看看啊，你别搁这儿啊，你得搁这儿。哎呦我去的，你是啥意思啊？你怎么跑那儿去了？我把这儿卸了啊，没弄过的事儿，弄过就好了。你还非得这么转？我把这儿敲了，然后我把那给堵死吧啊。这边和那边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，我看看啊，它应该是这样是吧？怎么整的更磨叽？那我得想想办法让它搁这边转。是不是有什么转向的东西啊？我看看啊，我的小伙伴有一个明白的是吧？他搁这儿弄的，我瞅一眼啊，转向是有什么转向轴之类的吧？就是横过来的劲儿可以变成垂直的，垂直可以变成水平的。你看它这个就转向过来了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好像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猜一下啊。我看看啊，这叫啥？这叫什么竖直十字齿轮箱，应该是这玩意儿是吧？我弄个齿轮箱，要不好使了？我放错了吗？为什么人家放好使，我放不好使啊？明白了，那就是横过来的水平的那个转的那个方向，然后再通过它这个齿轮箱再往上垂直的，反正我说不明白啊。OK， 我看看啊，这是什么齿轮箱是吧？齿轮箱来一个，齿轮箱哪个是十字齿轮箱？应该是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反向齿轮箱，听不懂。我来这个 ，OK， 我看看啊，做个这个，这需要个十字齿轮，
十字齿轮需要啥呀？十字齿轮，哎呀，装这个灾变装的烦死了。数值，哎，这个能做它，这个能做它，你耍我呢？我真是，本来我就学的费劲，齿轮。别着急啊，我要做的是这个啊 ，OK。哎，咋不好使呢？哎，我要学这个。哦，没问题啊，这灾变是烦死了啊、哦！出来了。这个需要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需要做它，它需要这个什么鞍山机壳，加上四个齿轮就出来个它了啊。嗯，啊，那我需要一个什么呢？需要一个鞍山合金。鞍山合金需要鞍山岩，我的个妈！我去的，我真服了我。没事，我去挖点鞍山岩。对，这样 ，OK， 慢慢来啊。怪不得呀，他说呀，你必须得装那个合成列表那个模组啊，你不整那个，你根本玩不明白，真是。OK。他这个介绍吧，看似挺那个什么的，挺详细的啊，还是有点差劲。你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是啊？纸不拉几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去！你，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哥们掉一地是什么鬼呀、啊？嗯，好吧，那就拍张照吧。